他的风墙还能挡我的大。这把对线，我只要能够补刀压制他就行了，勾引他，勾引他，没勾引到，完了，没 Q 中 ，Q 中他死了，我给他打。哎，我先回的，他现在回的话，他到线上要露刀。再回一点，再回一点，再回好走，差不多了，不能再回了。我自身带 1.3 的回复，每秒 1.3， 他得漏兵的经验，我差不多。赶得到，刚好三个兵全吃，哎，不要 Q 的话他不漏兵，我等一下到最后一下的时候再 Q， 哎，兵全部吃掉，他兵全部漏掉，舒服。我要压制他的补刀，但我不能想着杀他，先把他护盾点了再 Q 他。现在不给他吃刀的经验，就趁我二级这一波，看他怎么办。他漏了好多兵，好赚，好赚。好，护盾破掉。咦，走位还可以。一波大残，我是不怕你的呀，你给我点燃我不理你的呀。啊，他螳螂在上啊，他想用吹风耗我一波，他螳螂来中了，我得当心，他到现在一刀没补。我这个位置螳螂抓不了我，我有闪。嗯，他吃不了刀，行了，够了，别太过。这个时候螳螂很有可能会绕我一波，这个角度，行，三刀够了，他得回家。哎，我靠，回去了。放晚了一点点，先 Q 一下，完美回城900块啊 ！OK， 他只有4刀，我33刀，这个压制非常成功。很赚，还是得先出章节啊，买两个，这个好像有点不行，我们还是买一个药水，不能老是追求法强不要蓝啊，不带药不太好。他这个补刀的话呢，等于是崩盘啊，崩盘跟阵亡一次差不多。点一下，点一下 ，OK。3:1，劣势好像有点大。把他护盾点了 ，OK。我有闪，不太害怕抓啊，他螳螂也没有击飞，不太好配合他。
就杀不掉，杀不掉。还好，他螳螂来了。他这波螳螂不来的话，我们肯定杀不掉。你走位吧，慢慢走吧。我就硬点你好了，你走不了了吧？不走位了吧？走位走的受不了了。点他八下，硬生生把他点懵，点到他不走位为止。他想躲我 Q1， 对不起，不输，不可能出的。反正条件允许我点，我为什么要出？没到六不怕啊！哦，回家了，没蓝了，就小平 A 盯他，盯死他。张杰加法穿鞋、啊、这波有炮车推不进来，炮车能帮我挡一波塔的伤害，我不会漏兵的经验。他马上六了，不见了。好，来一下，很舒服，红 buff 烫一波 ，W 砸一下，还是有闪啊，不好抓。他现在就想斩吹风，然后我看有没有机会进攻。哎，我推没推出来？推出来螳螂死了。大满贯。醍醐灌顶，风尾龟莲，龙形嘎大，犄角嘎啦，好，来吃一个塔皮，再来一个塔皮。炸他一下 ，OK， 很好。这波我要离他远一点了啊，没什么招了，而且我也没闪了。螳螂在上，我看到了，他应该要上去支援。他这个肯定跑不了了，我们走吧，回家吧。这个肯定跑不了了。亚索这波过去没混到东西啊，还好。1600块，我们先出一个法穿鞋，再来一个爆破裂杖啊，这样的出的话，这个哎，功能性很强，有移速，有穿透，也有输出，还有怎么样，蓝量和 CD、啊、好，这波能不能晕得住呢？这个太歪了，太歪了，歪的有点多，没闪现了，稍微的低调一点，但我们还是要压制他，毕竟现在装备和等级有优势。又炸一波，很痛。你看我法穿鞋出了之后，这个伤害好高。他的螳螂不敢来。
线打出来了，很好。让他穿啊，穿就直接给他醍醐灌顶，再皮就封为龟年。他能双杀。我们要小心打野啊！主 Q 服役，好啊，不给他穿，看准了，他的踏前斩放完之后的第一时间是不能放的，丢他，丢了他很痛，这波塔皮把他吃掉。这波塔皮回家，现在很安全。我离他远一点。这波我帮不了你啊，我没有蓝。我靠，你怎么胆子这么大？这伊丽丝还是比较的刚猛啊。各位观众，我们来一个3000元的现金红包抽奖啊！大圣轮回左下角二维码看到没有，扫一扫抽1000元现金，但是我们这波把它提到3000元现金。各位同学怎么样，准备好了没有？不敢追，追的话我这个爆发太高了，让他有点害怕。来一个蓝 buff， 螳螂。这螳螂很肥，5个人头，水银靴不好杀，而且比较灵活。救不了Q 他，哎呦，这个，这个还好，杀掉了，杀掉了就好，杀不掉就尴尬了。这个亚索有点崩盘，但是他的别的路优势很大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好，我先回家一波，我的状态有点差。这波我感觉剑魔可以很秀，跑掉了，来个这个。他们这把是菜刀队，金身来一个，最后一下医学塔。这波要小心，啊，这波要小心，螳螂来了。
我们故意的假装没看到他。很舒服，嗯，点人挂不到啊，差了一点点，伤害还是差了一点，差一丝血，运气比较好。他的下路也是五个头啊，这么飞。这个亚索吃了个头，现在值钱了，这也是不错啊。这个血量应该杀得掉，永红 buff， 感谢大司马真的捞啊送上的飞机，谢谢，感谢捞兄，这个杀了300块，很好。刚才我们在杀这个卡兹克的时候，哎，就是用了一个心理战术啊，我用我的走位来欺骗他，让他以为我没有发现他，这个时候他就会怎么样，掉以轻心。然后给他来一波突然袭击，让他没有办法走位啊！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你抓任你抓，反手把你杀。这螳螂蹲了我四五波了，但是一次没有成功，因为我们做好了充分的防 gank 准备啊。这一波我要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先 Q 一下，攒一个球，好像并不太好打。再 Q 一下，攒个球。啊，不太好打。走吧，溜吧。这条龙可以考虑一下。队友发起了投降，这个投降的话呢，我并不太清楚是什么个意思，可能他打得有点烦躁。队友好像有点崩啊，有点崩。这个蓝 buff 有点危险，哎，没舍得点燃，结果还交了双招，就很伤。这一波本以为点一下可以带走他，结果交了双招，真的是。还好，人头拿到了，哦，这倒还好。买一个秒表，来抱团来一波峡谷。峡谷可以考虑一下，峡谷拿完之后带一波大节奏。我的金身好了，峡谷没喽，时间到喽。小心，这边被打了，好，鹈鹕灌顶，再来一波输，很棒。
但是目前这个也只是个军事啊，有一点优势，这个优势不够大，我们想办法把它扩大，用这个大龙和小龙，哎，来逼迫对方跟我们打架。然后呢，我们处于一个视野有优势的这个，有点小垮。金身没有用，秒表没有用，直接出了，不然站格子。买一个针眼，把视野做好。我现在有金身，有炉灯，来爆一波团。视野要做好，我们可以考虑在大龙这边把视野做一下，然后看看对面来不来。他们总想占据一个优势的位置跟我们打，但是呢，我们偷一偷。这波没招了，这个东西把我卡住了。好，他们大亏一波啊！他们少一个人 ，ADC 很肥，但是被我们偷死了，很棒，16成输，回家来一个。帽子，恭喜清明上雨，感谢凯文送上的幸运水晶。好，我们是弹幕抽奖啊，凯文同学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认为是水晶抽奖，最后几秒钟的时候来一波6000水晶，把它拿下，是不是搞错了呀，兄弟？弹幕呀。来，大龙继续，我们再用大龙把他们逼出来。他们因为有亚索这个英雄啊，所以呢，我在团战放大招的时候呢，尽量规避亚索，除非他把风墙出了啊，不然我这个醍醐灌顶被全部挡掉，那就太伤了，那真的就太废了，所以一定不能。在他的正面打他，或者打他的队友。这波螳螂在，我先叠一个球，好像有点崩。哎呦，这个烧到我了，我靠，杀人珠掉了，这个没死了，还行。总的来说的话呢，我们是赚的啊，只是队友他并不在。大圣轮回是西游记孙悟空主演六小龄童代言的首款回合稀有大作，游戏取决取材于西游记经典剧情大闹天宫、西游取经之路、各种自由抓取，还有震撼的顶级至尊翅膀，为你打造全服祭典，更有减负剑、离线挂机、高概率和极品贴心玩法，完美还原西游故事，创新轮回回创新回合制，带你勇闯天庭。看过西游记的你，快来下载大圣轮回，
寻找记忆中的孙悟空，跟随六小龄童的步伐，西京之路携手开启。另外厂商在直播间给我们游戏里面给我们准备了精美大奖，大家快来扫码加入吧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来一个1000元现金红包，大家在弹幕发送大顺轮回即可参与。我帽子出了，快撤，等一下，等一手，等一手，这个没血的很危险，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小心，小心他的螳螂偷啊，他的螳螂装备比较好，在侧面，我们一定要看准，看好位置，进场时机很重要。撤，撤，等一下，这个上路，上路还是很肥的。大圣轮回啊，不是大圣轮回，请不要打错字，不然的话你是中不了这个奖的。大圣轮回，没错。这把还是比较焦灼的啊，比较焦灼。来，我们继续用大龙来逼战，他的 ADC 和螳螂都非常的肥。好，赶快趁这波推他，没有定中没关系，推中了，但是我的血量有点少，距离有点远啊，不然的话我可以把他 ADC 考虑秒掉。这个辛德拉啊，这个杰拉非常的烦，伤害值非常的高。好 ，Q 中了，但是我们不太敢上啊，小心偷袭。我们前面视野不太好，我们继续用大龙来逼战。我们回家出个法穿棒，对面的魔抗还是比较高的，穿透他，来一个法穿棒。现在690的法强，感谢老宅的大火箭，谢谢老宅，宅兄，下午好，感谢你的大火箭。小心，我来了，宅兄，看我这波烈焰吊瑞。好，我来，好像不太合适吧？不太合适，不太合适。哎呀，这一波。居然被狗头给遇到了，好烦！宅兄，我倒下了，能不能跟我一起来收这个大龙呢？我们用大龙来逼战，没闪现，我吃个 buff， 45 CD。不能让。啊，对面的阵容还是可以的，对面的装备还是不错的。我先吃个 buff， 不要着急。我只有40%杀人数了，虽然比较低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两波团战就能把它加上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呢不急。如果到后面有钱了。我们杀人数还没满，那我们就把它换掉啊。这个有当无，别着急，辛德拉不在，你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？等我一手，我这波有闪很强的，先斩球两个，好，可以摩擦，可以发生摩擦。哦，有点小痛。被弹到了，炸他！哦，好，先拉开，不能被收割。哎，风筝之啊！哎，什么情况？后面怎么
被打成这个样子。好，杀人追掉了。大龙怎么说？我是大招放出来了啊，秒掉一个，但没什么用。这边好像并没有什么输出。大招没开吗？还是怎么说？来，把这条龙吃了。赶快把小龙吃了。我觉得我的这个法传棒要赶快先把它做出来了。他们要推了，给他们推一下啊，他们这波有龙 buff。 哦，还不够，很尴尬啊，差一点点。这波法穿棒还是比较重要的，小心别出去。好，他大招没了，狗头也残了，这波他们不好推了，而我们却是满状态满技能，这波抓住机会送他命。但好像我们伊丽丝并不是很注意，被 Musa。 好，这个好像也并不是很注意，被 Musa。我们死了两个，但是他们也不好推了啊，没血了。这个花很痛，我无法进攻。小心，给他个大招接点燃，接 Q， 丢他楼，叮。定他啊，没有定他。好，这把的配合并不是很到位啊，哎呀，